啊，这样的人居此三心，如果不能往生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无有是处去了，没有这种道理。此论这指啊，当是敬业行人之病根。确实，绝大多数，他为什么信心不纯？认识不清楚，学习大乘的时间短，没有能理解，没有能深入，他这个信心如存如亡，这是很普通的现象。那么在现在，讲经的人少了，经本虽然有注解，注解都是文言文，古大德所著的，今人所著的白话本是有，白话本没讲清楚，没讲清楚的原因，是做白话解的人对于经宗没能深入。